大家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《疯狂韩语六十课》中的第八课啊。那么之前呢，我们讲过了这个 Q 啊，Q 卡洛达，Q 坎吉洛达。那么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学这个关于嘴巴有关系的这个惯用词啊。입是嘴巴的意思。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？입이무겁다。입이무겁다啊，那么这个무겁다什么意思？重的意思。那嘴巴很重是什么意思啊？嘴巴很严的意思啊，表示什么呢？비밀을잘지키다，비밀을잘지키다啊，很能够严守这个秘密的意思。比如说，你说了一个什么秘密给我啊，我的嘴巴很严，我不会告诉别人听。那么怎么说呢？제입이무거워요，我的嘴巴特别的严啊，你一定放心这样的意思。那么这个무겁다呢，跟这个간지럽다、가렵다、아른답다、덥다、춥다的意思是以这个发音原理是一样的。它呢，这个是以 up 为结尾的这个形容词啊，所以呢，它一般来说是一个不规则。所以呢，再加这个아어요的时候呢，变成什么呢？啊，무거워요，무거워요，무거워서，所以呢，一定要记住它是不规则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再来读一遍，是什么呢？一直照样，仍然，仍旧这样的意思。那么其实呢，翻译到汉语中呢，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意思。那么它是指啊，就那样啊，就是没有原因的啊，没有什么原因的，就那样这样的意思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：하루도빠짐없이그냥냉수를마셨다。那么呢，一天呢都。一天呢都没有错过啊，哈喽的巴金姆皮，巴金啊，巴金的是这个错过啊，这个除去的意思。那么后面加这个米恩变成了名词啊，巴金姆皮，那么一天都不错过，他每天呢都喝这个冷水啊，냉수를마셨다。那么呢，그냥啊，就是就那样的，每天喝冷水这样的意思，表示呢啊，每天呢仍旧照旧这样的意思。那么第二句话呢，문을그냥열어두어라啊。那么就把门这样开着吧，啊，就那样开着吧，对吧？那么문을열다，열어두었다。那么后面열다呢是一个动词，后面加这个어두다表示呢开的这个状态啊，把门开开的这个状态。你就把门这样开着吧，啊，我们说开着、关着表示这个动词的状态，对吧？那么呢，그냥表示就这样一直开着吧，不要管它这样的意思啊。那么下面第三句呢，밥먹지안쿠그냥학교에갔다啊。那么呢，밥을먹지않고不吃饭，그냥就那样的什么呢？학교에갔다就那样去上学了这样的意思。表示呢就那样这样的意思啊。那么翻译过来其实是没有什么含义的。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语法啊。那么말해도될지모르겠어요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那么这个을지모르겠다表示呢不知道该不该做什么事情这样的意思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句，말해야할지모르겠어요，不知道该不该讲啊。那么这个할지跟这个될지的意思是一样的，不知道该不该啊。말해야할지모르겠어요，不知道该不该说话。那么第二句话呢，내일비가올지모르겠어요，不知道明天呢会不会下雨啊。那么비가오다表示呢下雨的意思，那么올지啊，那么不知道明天呢会不会下雨。那么第三句话呢，이소식을엄마한테말해야할지모르겠어요，那么这个消息呢，이소식，소식的是消息啊，这个消息呢，엄마한테，엄마에게，给妈妈呢，말해야할지，说一说呢，不知道该不该说啊，这样的意思。那么我们来翻译一下，不知道该不该离开，离开怎么说呢？떠나다啊，떠나다。那么呢，怎么说呢？떠나야할지모르겠어요啊。那么떠나야하다啊，应该离开。떠나야할지怎么样呢？모르겠어요，不知道该不该离开啊。那么这个呢，也是我们经常呢在表示这个犹豫的时候说的啊。해야할지모르겠어요，말해야할지모르겠어요，表示呢，不知道该不该做某件事情的时候，在口语里面经常说的一个语法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한마디더，再学一句话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学的是这个啊，입이무겁다，这个嘴巴很重，嘴巴很严。那么嘴巴不严的时候怎么说呢？嘴巴松怎么说呢？입이가볍다，입이가볍다。刚才我们讲过了，무겁다是重，那么가볍다是轻，所以呢，입이가볍다表示呢嘴巴很松的意思。那么正好呢，跟这个
이비무겁다는是相反意思的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，이비가벼운사람과이야기할때는조심하세요啊。那么呢，이비가벼운사람과啊，和什么呢？和这个嘴巴松的这个人呢，이야기할때는说话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呢？조심하세요，一定要小心啊。那么这个조심하다是小心的意思啊，所以呢，이비가벼운사람啊，那么是嘴松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我们不要做这个嘴巴松的人啊，이비가벼운사람은돼지말자，不要做这样的人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비밀을잘지킨사람을돼자啊，我们要做这个很能够严守秘密的啊，朋友秘密的这样的人，嗯。那么今天的课程呢，就讲到这里啦。여러분다음시간에만나요